各位同学，今晚开始上课，大概这样子。各位同学，现在开始上课，大家请就坐，谢谢。So, 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哦，这位同心精神啊，辛苦哦，哎。啊，即阵拄啊，食饱，中昼时啊，可能大家，哎，较想要爱困吼。啊，个拄着即个法律课，所以更加。容易让人爱困，所以我想讲，卖用一般这个上课的方式，咱来用讨论的方式。啊，讨论的意思就是讲，唔是干那我来讲尔，恁另外就爱讲，啊，这嘛试验讲恁对法律的了解。程度到个什么程度？因为恁高级班啦毕业了哦，就应该摕到这个证书。啊，这个证书必须得炸掉，才能答应。讲这就是将来民政府一世人的公务人员的资格证书。啊，虽然一旦摕到这张证书是真好。但是必须你嘛，常常咧问，讲各位啊，恁准备好未？咱要来接政权，啊，大家准备好未？恁有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无？啊，今日我要阁问一个问题。啊！要准备什么？恁知影无？要准备啥？其实足简单的嘛，就是准备法律，对吧？那要用什么呀？去接监管，就是靠咱的法律。啊，必须就是靠法律再去告美国，咱才有法度今仔日会当做这个。台湾民政府，爱当开始培训咱将来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所以一切咱拢是根据法律。啊，有者恁就看会出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咱要准备，就是爱准备法律。啊，将来要接近。嘛是要靠法律来管理台湾。安怎讲？咱对法律了解台湾的地位，才有法多通想办法要安怎处理台湾的问题，啊，让台湾会用去行出一条。较光明的路，啊！伫咧国际社会会当行去。
所以咱一切拢着爱靠法理、了解法理、啊教法理来做。走，啊，这是一个开场白。啊，有人台湾人听无无？无，安尼我就尽量要讲台湾话。有人听无啊？哦，原住民会吗？原住民哇，好多原住民都懂好几国语言呢，比咱较济呢。讲台语较好听嘛吼。啊，我是安怎那爱讲台语？你若看我这电力球啊，就知影讲我大概差不多几个人吼。啊，我头一摆学台语的时阵，是咧中华民国的小学。啊，未晓啊，学我差不多会晓讲的时阵，差不多三年啊。迄阵开始。就有中国的迄个老师来啊，爱就禁止讲台湾话，袂使讲。啊，我只学啊会晓诶，所以足爱讲诶。啊，结果去用拍，手就爱伸出来。恁有迄经验无？手伸出来吼，啊，手切烟嘛，安尼摔落去，一摔落手拢一零呢，红诶呢。我细汉的时阵是用拍个足唔甘愿的，我是安怎？我甲阮妈妈讲的话，袂使讲的，所以以后我若有机会，我尽量拢讲台湾话。所以我讲的台湾话，啊，佫不只要标准啦吼，北部腔啦，会当练断啦吼。OK。如果你若听不清楚，听无随时讲哦，随时问，是吧？因为这款机会无讲真济哦，啊，大家把握机会，啊，那有唔知啊，随时问。啊，不然上课上煞，啊，结果拢唔知啊，安尼白白上诶，无意思哦。是哦，各位。来参加这个培训，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咱台湾国际地位，对吧？啊，请问你，必须定定来提起国际法、战争法，啊，恁知影什么叫做国际法？啊，什么叫做战争法？知影人也少。会使安尼讲吼，咱先讲法律，法律是啥物物件？对啦，啊，较基础诶。他根本的讲法就是讲，那就要有这个法律。法律是要来规范咱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唔只就爱去的法律。哦，人跟人中间若无关系的时阵，你做你的代志，我做我的代志，啊，咱拢无交集，就不需要法律啦。所以法律是咧规范人跟人的关系。啊，那知影讲法律是安尼，咱就应该推向什么？叫国际法？国际法就是咧规范国家甲国家诶中间诶关系，国际关系就是你咧讲诶，对无？国际爱有一个特殊，但是国际法，甲咱一般一个国家诶国内法无共款诶所在是伫倒？国内法。各位所在，一个国家拢有一个立法的机关，中华民国嘛有一个立法院，
啊，这林焕益伫咧创作法律，制定法律，但是国际无一个单位，参像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讲专门伫咧创作一挂国际一个法律，所以国际法要对到来，无一个固定的单位伫遐伫咧创作，所以伊爱有一个规范的这个来源，所以咱咧讲国际法的法源伫倒位啊？迄是因为伫咧荷兰有一个城市或者海牙，大概捌听吼，遐有一个国际法庭，啊，这个国际法庭的规章。第38条，伊有个规定，讲国际法院内底法官，若要判决国际事务，爱根据什么呀？当然是根据国际法嘛，哦。但是无一个固定伫咧创造国际法律，就爱根据啥？所以迄章程内底有个规定，即法官就爱根据啥？就是在法院，他这样国际条约，有国际条约，这就是国际法了。啊，过来国际习惯，习惯法或者习惯法，还是惯例，哦，已经在国际，跟他真相，还是真普遍。大家拢知影，啊，拢有咧遵守的，一个约束。过来，一般的法律原则，一般的法律原则是啥物？就是讲，条约必须要遵守，啊，特别法比普通法较优先，哦，啊，后法比前法。较优先，就讲以后定的法律比较早定的较优先，哦。啊，过来就是其他的法律的迄个逻辑，咱确定啊，你讨论咱这法律内底脑子里的，我再个甲大家提示。过来。国际判例，哦，已经做的判例，嘛应该提来应用就对了。啊，那真像顶头遮，拢无法度人利用的时阵，为了特殊的案件，还是新的案件，以前唔捌发生的，啊，要巩固下。所以到后尾啊，伊话讲会使国际法的学家，国际法的学家。还是全国际学专家的意见，甲伊的主张，买使提来应用就对了。所以这是简单讲起来，国际法就是咧支架哦。啊，国际法另外个一个名，比如说你啊定来用万国公法，就是同款，国际甲万国同款。后来，先老师战争法，战争法不是教人要安怎战争，是倒摆哦。那是希望会当避免战争，卖战争，卖有战争。啊，但是呢，人类真搞怪，有一挂人就在那要爱小战就对了。啊，若有这款情形发生，无法度通避免战争，无法度通避免的时阵，就是靠战争法来让战争的损害降低个尽量降低，这个是战争法的意义。避免啊个降低战争的损害，所以。这个外文
因为有人称呼这个正正法，或者领导法，因为所考虑的真侪东西跟人有关系，哦。啊，人家讲较具体，正正法是包括什么？可能大家拢不听个嘛，吼、哦。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红十字会总章程、美国陆军战场手册，啊，甲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这拢是应该算个正正法内底范围。啊，你跟他在公约。内容就足多啊！啊，对咱即马目前较有需要的，应该是关于占领的部分，军事占领的部分。因为咱台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被军事占领，所以跟咱较有关的是这个军事占领的部分。所以大家要注意。也应该上 Google 啊去看卖，那就嘛无需要在每只一条一条讲哦。然后拄到有需要的时阵，咱再来解释，走。啊，这么说落去，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国际法，什么叫做正经法啦？这么咱进入咱的主题。台湾国际地位，这个法律，必须对听来讲的，伊内底有三个重点，伊讲叫做铁则、铁的规则，也就是讲，中国国迄个无法度人改变的，咱在那里应用的，什么三项，恁知无？应该是爱知影啦，至少两项恁一定爱知影。其实三项拢爱知嘛，有人知无？三项国际法的铁则，啊，咱要应用的台湾呢？我提醒一下好无？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就是一项。啊，过来。流亡政府不得救治以后啊，对不？这两行，比如说因为我常常在讲，讲你一定爱记的，初级班就爱会晓的呀。所以，过一样，第三行，其实嘛是基本的物件。领导的主管的改变，一定爱有国际条约做根据。所以这个三项的铁则，大家一定要记。所以将来，你若要讲解释台湾的法律，要巩固一下，要用这三项。哦，啊，你怎么来看？这三项要安怎解决？还是讲解释台湾的法律？他讲领土主权。的移转应该有国际条约为根据，所以啊，今麦我请问各位，台湾的领土主权不根据什么国际条约啊？被移转给？对了，这个应该大家较知影吼。啊，咱即马就爱习惯来改，应该爱讲下关条约，啊，哦，爱讲下关条约较正确。啊，下关条约多一条，那么要了解，无啦，第二条内底。规定嘛，哦，
中国这指的就是大清的皇帝，将下开地方的全部主权，以及遐地方所有的堡垒、灌溉库，也甲所有的公共财物，永久让予日本天皇。因为这是条文，但是必须另外办，好难看。讲开头就是写什么人跟什么人签这个下关条约，用大清大皇帝跟日本大皇帝签的，所以这指的中国就是大清大皇帝挂号日本天皇。啊，第二条跟台湾的关系是伫咧第二条的 B。甲是平遥的是台湾转岛，啊甲伊所有的附带都市，啊 A 是啥物？对，记个真清楚。A 是大清挂辽东半岛，因为挂辽东半岛和日本。啊，因为辽东半岛是啥？清朝的固有领土，所以袂当割。经过三国的抗议，都三国，无国无所有，迄个时阵啊，无国所有，唔是德国、法国、甲俄国、俄国。哦，因三国的抗议，所以日本这个甲晚清拍一个或者《辽南条约》，将辽东半岛个海河晚清。啊，因为这个跟咱台湾无关系，所以 A 的部分我就无列出来。哦 ，OK， 即嘛下关条约已经。咱台湾的主权已经挂出去了，过来啊！个为什么条约？跟台湾的主权有关系？哦，无咱先看这，这张图你嘛看过嘛？吼、哦，迄阵晚清将伊所管的台湾是干哪啊？只只残残牛啊，尔想挂好日本。啊，这边中部甲东边的部分，拢唔是完整的土地。啊，结果伊点咩下关条约说，先说挂予日本啊，所以才会造成我们高沙族在反抗日本的占领，所以甲日本发生一二十年的迄个斗争。啊！日本才将咱所有的高沙族征服、征服，啊，才完成台湾的统一，才将整个的台湾变作日本的统治的所在。啊，即嘛看到这个。咱阁刷落去，过来看另外阁一张图，这张大家应该嘛知影嘛吼，这是对，荷兰币嘛。啊，荷兰币这个虽然这个顶大看起来真水，但是伊有一个特殊的所在。恁个看，伊叫围墙，啊，阁有这个建筑物跟它变形嘞。大家以后若有机会去看荷兰比的灯塔的时候，入去内底看伊的说明，恁就会知影。荷兰比这个灯塔是台湾唯一的灯塔，有围墙的。普通的灯塔，拢干阿一个塔尔，无做这个围墙。啊，恁知影为何荷兰比迄、那个？
围墙，那会起起来，目的伫倒，用途伫倒，甲拄啊迄个小可有关系。个咱比咧只买溜啊嘛，啊原因就是吼，这块土地唔是满清的啦，所以满清要起这个顶塔的时阵，就爱甲高沙族买这个土地，啊起好势，一惊高沙族。来吵吵闹闹，所以就爱起围墙，啊派兵在那遐搞。啊，恁呐去看内底资料的说明，会去看到讲，迄个时阵要起这个顶塔，清朝委托一个英国的工程师来建设。啊，迄、那个工程师呢，对高雄行啊，屏东这个所在来，讲行两个日的，还是安怎行的？因为台湾美女家家的所在，拢是高沙族的所在，所以迄个英国工程师若要去迄个所在。拢得爱甲高沙族谈条件，得爱送礼物，甲买过路费就对，爱付过路费，所以去个一族，伊就跟人交涉，送物件互人。啊，等啊，迄族个高沙族讲好，你也使通过啊，安尼伊才用个过。所以安尼一族一族一直行，讲行两个日啊。所以以后，大家能够去荷兰比去观光，千万就要入去内底看这个历史，哦，这会当了解咱台湾古早一个真相，哦，啊，所以咱伫遮咧讲的这历史拢是真的，啊，拢有关联的。哦，这就是要证明予各位了解。讲咱读册读个遐，拢是去用骗去，是物件伫遮。哦，是，啊，即摆下关条约，从台湾主权移行以后，日本天皇啊，过来的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建设的时阵，如果有影响到咱台湾主权，啊，这就一个是第二条，啊，嘛是个第二条 B， 哦，规定讲日本这个所在，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一切管理名义啊个要求。啊，这就是必须对你讲的，讲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三物件合起来，只有这些，或者主管的管理，哦，这是通体管呐。日本政府跟他有咱台湾的通体管，所有管伫咧天皇的手下嘛，对不？所以日本政府爱放弃。虽然主管在这个所在并无移转，但是有小可影响到咱的这个主管的一部分哦，所以我才从这个旧金山合约因为列出来，过来，蒋介石跟日本。嘛签一个合约，哦，这台北合约。啊，其实这个合约对台湾的主权
并无应用，但是定来和国民党，甚至和马英九，嘛提出来应用，讲有啊，台湾的主权就在这个条约内底，已经移转和中华民国，哎，真有名，别插话讲一大堆，你要别抓瞎我哩。第二条写讲正清楚，讲在这个契约内底，这个条合约内底，承认根据1951年九月初八，因为这个条约台北条约是伫咧1952年四月二八签的，四月二八就是旧金山合约生效迄天。啊，这嘛是美国条约个安排，所以你签这个合约的时阵，蒋介石嘛就爱承认讲，伫咧旧年，伫咧旧金山所签的迄个合约第二条内底规定，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的主权管理，还是什么意思？去年日本已经放弃了，所以今年日本不可能再将台湾和中华民国啊，这也是法律逻辑啊，对不对？已经给人的东西，哪有可能再给别人？日本已经放弃了，所以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已经承认了，在这个条约里面自己承认讲旧金山合约的合约的时阵，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的主权管理，所以那有可能够伫咧这个合约内底，日本够将台湾甲平和主权交予中华民国。所以大家呢，有这个证据的时阵，以后就袂过。好浪平气啊，对吧？呀，所以有以上迄几个条约，因为以后无个新的条约关于台湾的主权的问题啊，所以咱会讲，以上这条约，甲咱讲啊足清楚，台湾领土的主权。自从满清大皇帝挂予日本大皇帝了后，到我今仔日，并无经过旧金山合约合约，也是透过台北合约，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国际条约，不让予别人。所以，仍由日本天皇所拥有，没有改变。啊，这个。就是咱咧讲的日属，日属的根据就是这家，哦，安尼大家有清楚无？有啊、哦、，OK， 走，啊，即么台湾的领土主权是伫日本天皇手的，啊，请问？蒋介石是安怎来台湾的？台湾就不是他的啊，他哪会使来的？是安怎？凭什么？蒋介石凭什么？啊？想知啊？一般命令第一号，哦，万科阿瑟的没有错。啊，那个第一号命令按照规定的，第一号的 A 条来底下，伫咧中国、台湾啊，甲北纬16度以北中南半岛，诶，日本军就爱向蒋介石投降，
啊，大家注意这红红的字，三个所在拢特别写出来，是安怎？因为这三个是无同款的禁区啊。确定啊，大家就会注意到，确定啊，咱就会拄到这个问题。中国、台湾、阿个中南半岛，诶，迄个北越的所在，啊，中国特别个满洲个地外，无包括满洲，是安怎？因为满洲阿个韩国的北韩，哦，北纬38度以北。韩国的部分在第二条里面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是叫日本的军队向俄国的将军投降，所以北魏北韩美丽华才会变作共产的那个势力范围哦，啊！迄阵日本唔是干那伫咧温州甲台湾，伊咧东南亚其他所在冇占领啊，像讲马来西亚啦、印尼啦，迄部分的占领，伫西甲低的部分，这是叫原来叫一个。澳洲的迄个总司令去接受日本的投降咧，尾也跟他改做一个英国的迄个将军。啊，美国家己本身呢，美国是接 D 啊个 E， 美国是接南韩啊个日本的本土，所以美国是第一个部分。啊，因为这个跟咱台湾无关系，所以我无甲列出来。咱台湾是伫个 A 的部分，伫遮。啊，过来一般命令第一号，搁一项真重要的规定，就是伫个这个 F 的所在。伊讲以上所指派的司令官是代表联军。有这个受导航的管理是代表联军，也不是代表他的国家，所以蒋介石他派兵来台湾不是代表中华民国，是代表联军来接受台湾的日本兵的导航，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搞清楚哦。千万唔能记唔到，啊！若知影这个事实了后，咱就会晓规划这张图啊，对不？这张大概你有捌看过嘛？吼、哦，看，叫做跨世纪的大骗局，因为顶世纪到啊这世纪，伊拢个阿个咧甲咱骗，所以跨世纪哦，这唔是台湾的功夫。是军事占领啊！啊，证明的多，证明的叫四基基啊，对吧？应该恁拢知影嘛？啊，以前的课程拢不甲恁介绍过。这四基基啊，就是代表联军呐、啊，那是中华民国共和咱台湾的时阵。伊无需要挂其他这三支嘛，对吧？哦，啊，大家啊，可以记嘛，吼、哦。这支是苏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有苏联啦。拄啊，前下马下关条约的时阵是啊个俄国，吼、哦。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美国啊个英国，啊，这支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啦。哦，就是，个第二个骗局，拄啊，我特别强调，讲一般命令第一号来的，
A 是啥？中国、台湾、阿个北越，你记得所在？这字嘛，得多看不下清楚。你若看详细看的时阵，就会知啊。伊写讲中国政府台湾省，伊全将台湾甲变做中国去啊。所以这个台湾省嘛是个难骗啊，哦。而且很明显，台湾省已经分开了，跟中国没关系嘛，而且我们也有法度让它证明这两张图，这个是在中国政府的时候那个导航的典礼，不是这个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这些这是太平洋，我们台湾是属于太平洋的政区，这张图，这个就是单一啦。啊，另外这张呢是中国政府的导航的典礼。啊，这个人呢，叫做何应钦啦。所以台湾那是属于中国政府的时阵，导航典礼跟他用一位就会使，无必要分做两位嘛。啊，实际上是做两位的导航电力过，所以会当证明，咱台湾政府，我们是属于咧中国政府，所以这个台湾省也是个难骗，哦。好了，过来，啊，你们知影讲，蒋介石的集团。既然不是攻入台湾，是代表联军来接受日本导航，并且占领台湾。啊，旧金山合约第六条的 A 有规定，讲这个合约若生效了后，所有的盟国的占领军应该伫咧90天内撤离。啊，为何蒋介石集团无撤离台湾？问题：什么人温存蒋介石的集团，会使继续留在台湾？而且凭什么？这是咱即马咧猜啦吼，啊，实际上嘛有法律的工具啊。当然是美国温存的嘛，哦，啊，美国凭什么会用个温存？就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的23条。内底写讲，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啊，伫咧《旧金山合约》的第4条的 B 规定讲，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啊个日本国民伫咧台湾、澎湖啊个琉球等所在的财产所做的处理有效。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对日本跟日本国家的财产的处理有效，意思说美国有那个管理，所以他不才能叫蒋介石代替美国在台湾管理，哦啊，当然刚才董心在说，其实实际上，这是法律的方面。实际上，甲1949年10月初，中华民国变作日本政府，以及1950年6月25日汉奸爆发，拢有关系。因为
蒋介石若变做流亡政府，流亡来台北，伊就袂当登去啊中国啊，所以只好就留下啊，死赖皮全部人赖在台湾，啊，美国啊点点点点，所以美国啊真妖秀呢，哦，叫一只狗来啊，全部人点呢，啊，因为运气好，拄到汉奸爆发。啊，美国啊，有需要反共的人士来退役过台湾，啊，无阿强的，迄个时阵反正会来打台湾啊，对不？所以咱运气有够衰啦吼，所以即马过来进攻，美国哪有迄个权力，嘛是伫咧。导航灯的时阵，咱个看会出来。拄啊，迄张图，唔是跟咱讲台湾共和国，这个是咧跟咱骗。这个所在有美国旗啊，你看，三支美国旗，拢挂伫遮。台湾呐，比中华民国共和国，那就爱挂美国旗，啊，而且个国家上悬的所在，所以这嘛是证明讲。美国这是主要占领全国，才有权力占领台湾的国家，因为美国打败日本嘛，对吧？中华民国并无打败日本，倒败一点都叫日本的打走无路，而且会当证明这差美国旗啊，啊，这张彩色的较水。但是时间无同，这张是中华民国咧庆祝共和制50周年的时阵，所以你去看，这个所在已经写金字，改做中山堂。古早日本时代即号做光辉堂，唔是号做中山堂。中山堂是中国时代的，啊，即嘛即个牌楼用彩色的，啊，结果大家。注意看卖，这个所在是不是因为差别国旗啊？这个所在是不是因为差别国旗啊？50年了后呢，中华民国并无危机的，还佫继续个差别国旗啊！啊，可能咱台湾人无注意，唔知影，啊袂晓去问伊。我想说差别个旗啊是要创啥？哦，啊，咱用拼个龙龙色咧，而家一定较玩弄哦。这张当然你看见嘛吼、哦，你看这两张，这个我做了无，看了未清楚。其实这个就是中华民国咧庆祝伊100岁生日啊。啊！伊100岁的时阵是偌济？2011，两三年前尔呢。啊！你看卖，伊咧庆祝中华民国100岁，那就爱采美国旗啊！啊？对啊！啊，咱拢唔知，奇怪咧吼！你看，怎嘛美国旗啊呢？所以中国国民党无危机的呢，伊就爱感谢美国，伊才有法度通到台湾。哎、嗯，啊，干那咱唔知呢，哦，啊，虽然咱唔知，你看麦，你看这张，嘿，伊还搁咧举这共和国新主牌啊，你有看？哦，这就证明讲。能用片条有够甜，哦！啊，最近这条，哦，这张大概看几两摆嘛，吼，唔通袂记啊！这张真好的证明，对吧？过来，所以，咱知影讲，台湾是
比美国所温存的蒋介石的集团军事占领，不是被攻击。美国是受管者，蒋介石是被受管的代理。开始的时候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等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的规定。所以在这个所在，那你必须定伊的法律的定论，才会讲咱台湾是被美国占领。美战，咱的美战的根据就是在这个所在，哦，所以咱的法律每一项拢有根据，不是我别讲的。这张，这是去年六月初八九啊，迄个时阵，就是这图看不清楚啦，可惜，一对新闻个印落吼，从来袂好势。这就奥巴马甲习近平踮咧美国见面了后，第二天，美国的 CIA 跳伫将这个秘密的档案公布出来，1949年的秘密档案。这个报纸，以前这是《自由时报》了哈。伊讲，这个报纸是写讲，台湾的地位未定呢。其实呢，咱的记者，因为是有够，不是咱的记者啦，吼，自由时报的记者有够记录啦。其实伊内底是写最后一句，写讲台湾甲今仔日，迄个时阵，1949年的时阵，是被占领的地区 ，CIA 就证明。哦，那是咱唔知啊。走，过来。啊，咱知影讲这个领土的移转，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咱会使讲，台湾不管是被什么人占领，被美国家己也好，也是被蒋介石的集团代理占领，拢未使改革咱的主权，属于咧日本天皇的事实。所以这个所在，咱就用得到啊！哦，占领未使移转主权，所以你占过较久，拢无效，主权。在日本天皇的手，所以咱即摆其实咱的国际地位，即阵不是未定，是已经定啊，就是日苏美战，哦，是将来也未定，但是即摆已经讲清楚，咱的地位是安尼。哦，啊，咱即摆来看。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这个问题，警告大家，比美国温存，到我今仔日，还佫伫咧台湾的这个蒋介石的集团，伊到底伊的性质是啥？伊这个组织的性质是啥物？咱来了解了，更加清楚。咱目前的这个法律地位，先开始。1945年10月25日的时阵，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日本的台湾被蒋介石的军事占领，对这个时阵开始，对吧？过来，
1949年十月初一，毛泽东伫咧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后，1949年十二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到台北。哎，过当年的三月，话讲啊，伊要过来做总统啊，复兴世事。所以，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华民国，这个时阵已经变作流亡政府啊，因为离开伊的领土，走来唔是伊的领土的所在，台北。所以，伫遮，咱得。附带会当了解什么叫做 Chinese Taipei， 哦，那写 Chinese Taipei， 不是写 Chinese Taiwan。日本政府干那用的去一个都市，未使去一个地方的。所以以后大家呢，搁看到这个什么 Chinese Taipei， 什么运动队。去参加运动比赛，迄拢唔是咱台湾的，迄拢日本政府的。哦，是哦。而且你看，连中国共产党因为甲中华民国采一个新主牌啊，讲这个咧南京我是唔捌去，但是上北看的，哦。是啊，出生是1912年，啊，死亡是1949年，这嘛是证据。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伫咧台湾，伫中国诶台北，是咧，讲唔对。So， 啊，你即卖讲拄啊，遐历史那个历历做一个。1945年十月二五，是来接受日本的导航，日本兵的导航，所以这个时阵是军事占领，哦。过来，1949年十月初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这个军事占领继续存在，但是中华民国变作流亡政府，哦。啊！即马到啊，旧金山合约生效的时阵，这个军事占领本来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即马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是变作代理美国主要占领全国来占领台湾，所以这个军事占领继续存在，但是代理的关系无同啊。啊，另外呢，美这个所在代表流亡政府继续，甲前个同款，因为中共呐成立伊个人民共和国了后，中华民国一定是流亡政府，所以咱个看，对1949年十月初一开始。蒋介石的集团伫咧台湾，伊有两个身份呢。一个是军事占领军政府，一个是流亡政府。咱来搞清楚。到我旧金山合约生效，嘛是同款，一个军事政府，伊是代理美国占领台湾，另外个一个流亡政府继续。跟我今天哦，啊，因为对这个时阵，1949年十月初开始，跟我今天哩，蒋介石的集团在咧台湾有两个身份，咱拢搞不清楚。啊，世界真侪国家嘛是搞不清楚，所以这个变作讲。俩做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原因的这个所在。啊，咱即摆哪个准将流氓政府给提掉？即摆是干哪剩一个军事政府呢？对吧？啊，咱知影流氓政府未当就地合法，因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所以中华民国未使伫咧台北就地合法。啊，那安尼的时阵，是不是这个 Chinese 台北早晚一定要离开台湾？啊，那离开了，就是剩一个军事占领。啊，这个军事占领，咱即卖要要求美国家己亲身来执行。啊，那是安尼的时阵，咱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就会当达到将台湾的国际地位恢复正常，被美国占领。安尼，哦，到这大家有清楚，有了解嘛？哦，所以以后唔通过哄骗啊！哎，啊，这套道理。咱听我说好，其他的人，请因来了解台湾真正的地位。阿咱只讲，因为流氓政府未当就地合法，早晚一定要离开。啊，即卖其实开始伫咧离开啊。阿恁知影无？看出来？这样。没有错，当然伊即马阿个无讲，哦，是干那咱伫咧讲尔。啊，其实已经有几个现象，咱听我甲证明啊。这张图大概嘛捌看过吧？无几个日前，洪仲秋迄个案件发生了后，踮咧立法院是毋是通过一个法案？我们将以后将军事审判的这个法案，拢要移过司法来审判。意思就是，以后无军事法庭啊。哦，啊那军事法庭是咧审判。阿苹果啊，啊那无有军事法庭的时候，阿苹果啊就两个囚禁了，是啊，啊无人当个审判，咁啥呢？那是去年的报道的报告，三军司令部要裁撤陆军、空军、海军。三军的司令部要给他裁撤，司令部是那个三军的头嘛，啊，那个头要给他裁撤，啊，剩那个脚，敢有路用？嗯，啊，这准你的报道。人情走入历史，人情，人情是啥？人情是咧波及军队的啊，对唔？啊，即卖军队无人甲波及啊，哦，啊，过来，宪兵司令部要裁撤，啊，宪兵是咧管啥？管兵啊。所以，宪兵的裁撤，兵啊都无人管啊，对。所以咱即嘛，即几个消息甲连做一个，大家就会当判断，中华民国军队，美国阿要甲
猜测啊。哦，啊是安怎？中华民国哪会无迄军队？啊，叫我一日定定要甲拍。啊，伊个军队伊要猜测，真明显，开始要走路啊。因为伊若无兵，就别当反抗。平阿摩诶，都爱去金门妈祖甲平潭，啊，这是事实。这朱立来补助，讲金国号哦要升级，啊，大家去看卖。秘书长有定来咧报咱看，这敢有有中华民国的标识？拢无嘛？空军飞机顶头无中华民国的标识，所以迄是跟咱咧台湾的天空顶，天空飞来飞去安尼尔。你若离开台湾呢，放甲你跑来，无地道。人讲你这个唔在多一国的，对吧？恐怖分子，这嘛是中国证明。啊，前两天啊，报纸大概嘛应该也有看到，迄、那个军事法庭，军内加压，即嘛剩关唔知讲百几个是吧？遐已经拢提出来啊，拢搬出来啊，对吗？对不对？所以这是事实啊，没有错，哦。所以大家要有信心，确实代志会发生啊！啊，咱就买过来，因为那个这么时间，迄个周先生，请你拍迄个 AIT 的网站会使咪？好，大家看下。在美国在台协会一、那个网站，我要报您看讲，美国啊早就将中华民国取消啊，哦，啊您什么？您我报您安怎看？安怎上网？啊您等于等于表演好，您的亲戚朋友看，走。AIT 啦，先 AIT 啦，先原来迄个网站 ，AIT 的迄个网站，迄、那个本来迄、那个吼，即、哦這个美国在台协会，好不好？哦，啊，你那，你那提这个在台协会，看到这个时阵，应该个怕，对啦，你这免签的计划嘛，吼、哦，你是不是？先拍原文的迄个 AIT 的网站，首页用英文的比较好看。你换成英文的，应该是丁桃下语文哎。是、so, 吧、啊？你这边 Q 一下来，好了。哎，还是在顶头，这边，过去看麦。哇，啊，你无着一路拍一嘞。直接迄个，U.S. citizen 签证，直接 visa 签证，拍这个咯。因为用中文啦吼，你用 Google 嘛吼，用 Google 啊个，看要用英文 AIT 还是美国在台协会啊签这个签证的所在吼。
哎，即卖讲一寡即签证嘅问题，你 Q 看看卖，好来 ，OK，Stop，、OK, 再召集你出来 ，Esther， 这就是，咱就爱去网站签证，办签证就是在遮，哦，迄、那个周先生，你趴遮，啊，即卖出即个就是，迄个。国土保安的迄个单位，即马伫咧管理即个签证的问题，唔是迄个国务院，唔是外交部啊，即马变即个国土安全部，啊，恁即马个点哦，中文的即个网页，伊在用几啊国的语言，你看吼、哦，所以个点中文。啊，点落去了，恁就知影讲，这个程序是按，若要去签证，要去办这个电子的签证的时阵，用这个步骤签，哦，啊，咱即马先个，就个管住啦 ，OK，Stop。咱即马个谁符合这个？你即卖先看这个谁符合免签底下？何为哪些国家？你先拍这個，有看哦？这36国，包括台湾，才会使所谓免签呐。啊，你个看卖，只有些中华民国，无啊？干哈有台湾尔？哦，干哪有台湾？走，阿舅妈佫倒转来，回上一页。上一页呀 ，OK， 阿林舅妈来，他要给他申请。申请，哦，那即马基层工，那么去申请这个电子的签证，哎，即马会甲你问一挂问题，啊，你就讲 ，OK，Yes， 下一步，过来，是不是已经练完这些东西？你甲讲是，啊，下一步。啊，即摆出现啦！即摆开始叫你填资料，吼、哦，大家看卖，你就要是姓名、个人名、出生的国家、出生的国籍、住的所在是倒位，吼、哦，出生的是不是伫个？好啦，即摆个，看讲你出生的国家。假使阿个有可能，阿个有一个中国，哦，有中国，但是无中华民国啊呢，哦，阿即马个叫来看台湾，踢出来，台湾出来，哦，无中华民国，敢若有台湾尔呢？美国已经将中华民国取消了呢，哦 ，OK， 即卖即个要叫咱填即个国家嘛，吼、哦，你对于出世的，即卖来讲你的国籍，你的国籍，咱即卖甲注意看卖，是无中国啊，因为中国未使享受即个免签呢，所以即个所在无写中国出来啊，啊，无咱即卖来看 ROC。中华民国嘛，吼、哦、二，即嘛无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无存在啊，就对。在这个签证的迄个 program 内底已经无存在啊。啊，你这么看，咱台湾存在，所以美国后来免签，唔是和中华民国，
是乎台湾，因为咱是台湾，咱若是中华民国的时阵，就袂当摕到面签啊。直接大家看啊足清楚，哦，啊，你买个表演好，恁的亲戚朋友看，这证明啊，美国已经开始将中华民国这个处理啊。啊，你即马佮主宰国家，那么是同款，而且中国无嘛。哦，你对啦，一个台商有可能早已住喺中国，即阵住喺中国会使。哦，你有可能你即马住喺中国，但是咱台湾有啊，中华民国无啊。伊个人个人。各路去，各路到梯，呀，哦，台湾个在，对吧？中华民国无啊，是，呀，安尼会使，好，这款证明。足清楚，哦，所以咱跟美国的关系，即马已经唔是中华民国的关系，是因为咱是台湾，所以美国在即要即个面签予咱，啊，大家嘛也想会到，美国予咱即个面签的意义伫倒位啊？咱是伊个占领所在嘛，所以咱要去伊遐，本来就是应该会使，对唔？所以，这个拄好互恁看，迄个周先生，你去拍迄个国家 AIT， 去试看卖，会用享受免签的遐。拢共36个国家，连台湾37，其他诶拢是国家呢。佮回转转去头前遐，上原始迄个国土 S 台迄个 program， 啊，点 Esther， 我已经买直接开中文版的，所以嘛是同款。你下家，是、so, ，点这，哎，啊，点这里哪些国家 ？OK， 大家看卖，这其他的所在拢是国家呢。跟咱台湾唔是呢，所以特别搁一个著名伫遮，这嘛是证明讲美国伊，你跟咱暗示，咱是实在是美国占领的所在，美国对台湾才有这个权利，所以予咱免签应该，对吧？因为其他遮拢是国家呢。啊！美国个个人讲，咱不是国家呢，台湾不是国家呢，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为什么可以享受免签？对吧？这假免签呢 ？OK， 时间也差不多到呀，希望我今日甲大家安尼，发你个复习一摆一寡基础的物件，希望大家。拢会记的，有了解，啊，不了解，即马还够两分钟会使提问题出来问，有无？有了解无？有无？即马伊敢加个发病单无啊？因为咱即阵已经。2014年了呢，啊，照中华民国家己讲的，
伊嘛讲2014年开始募兵制，唔是征兵，所以已经拢无可能阁甲咱征兵了嘛。根据伊家己的迄个政策的宣布，对吧？所以咱台湾唔免做兵啊。哦，你若甘愿要去做兵，要赚中华民国的兵啊钱，当然即阵还可以用去报名的嘛。哦，伊还未离开以前，伊可能还可以用去接受你的报名嘛。但是咱无可能去呀，来。咱免去甲考虑，迄毋是咱的代志，迄美国着爱处理，对吧？哦，咱免去考虑，咱是要向美国人讨迄个民政府的，咱毋是要向中华民国，所以美国要安怎处理中华民国这个，迄伊的代志。对吧？啊，美国啊，伊有一套啊。所以你嘛看得出来，就是讲，伊开始将伊个军队，你个消灭掉。哦，比如你有要讲啊，阿帕奇，无得叫伊背，对吧？啊，无紧啊，迄伊继续会影响中华民国土啊。啊！以后是不是咱？对吧？以后是台湾民政府，伊不是台湾民政府的将军呐、啊。咱甲即阵的迄、那个，咱的迄个公民权利法，就是讲伊若要申请居留权，咱较靠嘛，得话可以带一只，但是伊不是咱台湾的公民，所以以后若要投票。伊袂使投的，伊无管理，对吧？对吧？啊，讲个简单嘞，就是伊是难民呐、啊，以后伊是难民呢、啊。哎，对吧？我若无伊转去嘛，对吧？看伊袂无，对吧？啊，你若唔转去，你就准备台湾做难民。啊！迄因的倒大事，你跟咱阁无关系，咱插插伊遐，对吧？咱个人家己就好啊，对吧？阿秘书长讲，准备，准备，准备，咱准备要接政，准备要管咱家己，哦，好，安尼，多谢各位，再见。各位同心下课休困10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10分钟，谢谢。